讨论一下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，比如说生词啊，或者是用法呀，我们可以来一起来讨论。没有什么问题吗？今天我们的经文大家都 OK，没有什么问题，没有什么分享的。老师，我有一个问题，27节14章的27节，请说。就是那个 bolt out，不是涂抹吗？我们之嗯哼。前不是学过一个那个 sweater out，我 Swipe，大概忘了，啊哈，那个，就是这俩有区别吗？，Blow out，OK，不太一样的意思，不太一样的意思，OK，好，我看一下，OK，好，Blow out，Blow out 是整个抹去，OK，抹去这个，而且还有遮掩的意思，涂掉，甚至有歼灭的意思，Blow out the name，所以。Blot out 是最强的一个口气，OK，看一下。Blot out your name。Blot out，OK，你另外一个是叫什么？Swipe 是不是对。？Swipe out，OK，好。Swipe 跟 Blot out 不太一样，swipe 就是普通我们抹掉，比如说擦地板抹一抹，墙上面抹一抹，那个是 swipe，OK？Blot out 呢，本身呢是整个把它全部盖过去，抹去，OK？整个擦掉叫 blot out，swipe 是把这个东西擦地板的动作或者是抹布的动作，所以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意思。那如果说是要把一个东西完全抹去的话，用比较强的口气，我们是用 blot out，OK？、Okay? 所以这两个是在这个地方不太一样，所以 swipe 也可以用 swipe out，也可以用 swipe out，OK？、Okay? 所以这两个有不太一样的意思，OK？好，有没有其他的问题？